极限专卖手机架限时优惠周，不限品牌，不限规格，不限尺寸。活动时间即日起至3月13号，满1000输入折扣码1X50折50元，满1500输入折扣码1X75折75元，满2000元输入折扣码1X100折100元。另外满2000块还有免运优惠哦。最近有想要入手手机架的朋友们，赶紧手刀看起来。各位早安，今天是我们这个228连假的最后一天，2月28号。最后一天我们要干嘛呢？其实今天算是我的这个复仇之旅。怎么说复仇之旅呢？因为在两三年前，我去了这个苗栗的乌嘎燕竹林。结果那次去呢，因为我不知道路，所以说我去了一个叫尾乌嘎燕竹林的地方。那当然，这个是我自己帮他取的名字啊。经过了这2年呢，我自己沉淀下来，进行反省思考之后，做了许多资料。今天呢，我们终于要重新再去挑战一次了。不过我们今天的行程呢，跟上次稍稍的不太一样。这次呢，我决定苗栗从海边到山上，所以我现在人呢，在我们这个西滨下龙井的这个莱尔富向上店吧，还是什么店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这边呢，就是你西滨下龙井之后的莱尔富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就准备出发了。第一个点，后龙好望角。其实那边我也没去过啦，听我很多朋友说，他们都是已经去过了。去完后龙好望角之后呢，我们再往乌嘎燕竹林出发。希望这一次我们可以去到真正的乌嘎燕竹林，不要再去伪乌嘎燕竹林了。那今天非常不一样，其实要骑橘白去乌嘎燕竹林有点怕怕的，因为上次骑小橘白去就已经有点陡了，还被狗追，骑到那个石头上面超滑的。那橘白呢，又比小橘白还要更高，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今天我到底能不能安全下庄。不过我相信，在经过了这一段我的越野训练之后呢，对于乌嘎燕竹林的路应该是非常的轻松。好啦，然后现在车子真的太多了，今天连假，希望等一下不会塞车，然后一路安全，准备往后龙好望角出发了 ，Go go！ 有呦，我是鲁特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只差一点。2年前，我在一天上班前的早晨，想说要去骑个车，走着走着就一路到了苗栗。后来想说要去乌嘎燕竹林，结果一路上乱骑，骑到最后连自己到了哪里都不知道，也没去到真正的乌嘎燕竹林，甚至还被狗追。最后自己一个人搞了3个多小时，才不甘心的骑回台中。所以今天趁着有一天的空档可以骑车，我们准备化身成复仇者，骑身前往乌嘎燕竹林。在这之前，准备先来去海边走一走，这一趟也算是一段复仇之旅了。98，然后加满。受到疫情与战争，国际局势日益恶化，油价也一口气涨了不知道多少。98一公升来到了34.2块，才刚过完农历新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。希望新的一年，战争、疫情都能尽速远离我们。而因为前阵子几乎都是往山里跑，不管是带观众一起去的德恩雅纳，还是恒春骑旅。感觉自己已经真的超级久没有看到海了，久久没骑车就会手痒，我们久久没看海眼睛也会痒。而这一次会想要看海，主要还是因为在德恩雅纳里面看到了那一台卖鱼的货车，山里的海味还是在我心中种下一颗种子。回到台中之后，明明我都没有浇水，但这颗种子却慢慢的萌芽，无时无刻都在提醒我还没有去看海。出发之后的路线，从龙井上西滨，穿过清水大安，进入苗栗之后，经过苑里，再通宵下了交流道，接着靠着海一路骑到后龙。虽然没有到造桥还有头份，但也算是把苗栗从南到北骑得差不多了。而苗栗境内山多平原少，有个很文青的称号“山城”。山地和丘陵的面积占了整个苗栗县的超过80%，也因为地形像心脏一样，所以有大山城之星的称号。所以说到苗栗海，应该不会是第一个想到的词啊。除了因为是山城，西半部的海对于我们这一群去看过东部兰的骑士来说，也就更显得兴致缺缺了。所以在旅程的一开始，我必须很老实的说，看海，我是抱着一个有总比没有好，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期待的心理骑上西滨的。在西滨上面，今天风很大，在上个礼拜下了整整超过一个礼拜的雨之后，这礼拜太阳公公终于很给面子的出来了。
骑了将近40分钟，来到了 Seven 的白沙屯门市，打算在这边补给一下。买完东西接着出发，在这里看见了现在在都市里也很少见的平交道。虽然铁道的那一端没有湛蓝的海，但熟悉的号志声与疾驶而过的火车，还是很有那种小时候被大人载，都会在那边猜说火车到底会从哪一个方向过来。而后来的平交道号志灯会显示火车的方向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等火车也逐渐越来越没耐心，只希望它赶快过去。想起小时候，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看火车的，才发现原来我们都已经慢慢的长大了。经过平交道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走，映入眼帘的风力发电风扇也让时间在这边瞬间慢了下来。在这变慢的时刻，我也决定在这边停下来，终于可以看到海了。其实这里不是什么特别的景点啦，就很单纯的只是某路边。骑车的好处就是骑到路边觉得有 feel 的地方就停下来走走看看拍拍，不一定要骑到什么网路上推荐的景点，骑车让心情好，心情好看着这片风景自然也会觉得很赞。现在时间12点，我们几点出发的？大概9点半10点出发的。在经过2个半小时之后呢，我们只从台中的龙井骑到了现在的这边应该算是白沙屯。其实现在这边也不算是一个景点啊，只要路边漂亮，我们就停下来。所以现在有没有看到后面这一片非常多风车？1、2、3、4、5，5座风力发电。来，镜头 take 一下我们这位神奇小吊手，这位呢，刚刚我们到的时候啊，把车刚停好，然后他就上来打招呼。他是我们这个台北人，新北芦洲人，环岛钓鱼。我不确定有没有环岛啦，不过他就说他一直沿着那个海边，然后一直往下骑，然后一直钓鱼。然后他骑 BWS 非常帅，镜头 take 一下 BWS， 非常非常帅气。可惜我不会钓鱼啦，不然边钓边骑应该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。在这里还遇到了来自台北的大哥，一路南下，边骑边沿着海线海钓，看着他的装备。真的很休闲惬意的感觉。时间的关系，今天只算是一个一日游而已。然后来到这个西半部海，虽然这个海呢灰灰的，并没有像台东蓝那么的蓝。以往在台东看呢、啊，都是非常清楚的一条线，可是今天呢，它就是有一点朦胧感，区分的没有那么分明。今天算是非常难得，我已经4、5个月没有看到海了吧？尤其是我在德恩雅那看到那台卖鱼的车的时候，我真的超想要冲到海边的。我们光是这个路边的景点啊，也不是景点，就是路边。我们光是停在这个路边呢，我们就已经停了40分钟了吧？后来好望角，这一次我们真的要来了，哥哥。在这个不是景点，也不是今天主要想要造访的地方，就停留了将近1个小时。等到回过神来的时候，才惊觉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了。于是赶紧装备收一收之后，准备继续出发。沿着这条海堤继续往下走，左边给我的感觉就很像是苗栗版的旭海，骑在这里就是有着一种放松的感觉。而这种放松感，鲁特觉得可以分成3个部分，分别是视觉、听觉以及触觉。看海，我们与海的距离真的非常近。来到这边的时间点虽然不是涨潮，但是可以看见沥滩以及消波块，离我们大概只有不到5公尺的距离。辽阔的空间延伸感，某种程度上提升了我们心胸开放的程度。蓝色也给了我一种恬静淡雅的气息。海岸边也不会像丛林中会突然跳出各种野生动物，消失在地平线的海面也向大脑传递着稳定以及安心的感觉。海的声音让我们的心灵放慢步调，
在每一片海浪敲击岸边之后，就会开始屏息等待下一波的到来。这个过程中，规律中带着一丝无序，除了心灵上的宁静，也让我们更能完全融入在其中。放慢步调之余，当下更能尽情享受海风的吹拂，就像身处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，那种感觉就很像是这一刻只有我自己还有大海，可以完全忘记时间的存在。海风的味道摸不到的同时却又令人回味，淡淡的咸湿味掺杂着海中生物的呼吸与心跳，说不清也道不明的舒适感，把平日生活中忧愁带走的同时，幸福感也随之增加。四面环海的台湾，我们有着引以为傲的地景，超过1100公里的海岸线更让台湾在16世纪中叶获得福尔摩沙美丽之岛的称号，我们与海的距离更只有一步之遥。如果你问我为什么喜欢海，我想应该就跟喜欢爬山的人一样，因为海就在那里。沿着这条靠海的小径一路往下骑，最后我们也来到了海角乐园。海角乐园就是我们刚才骑的这条路的尽头，因为我们今天是从南往北，所以这边是尽头。如果今天是从北往南的话呢，这边就是起点。距离我们这个作为一整个早上的后龙好望角呢，已经不远了。我们终于到这边了。现在时间已经接近一点了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海角什么海角乐园。我知道讲到这边呢，大家应该会觉得说这个没什么，对，的确它就是没什么。不过我们来这边呢，我们就是要来看海的。来，只可惜我们今天的天气，哎，说真的并不是说太好，我没办法看到一望无际的海洋。因为我这边我也是第一次来，那我觉得啊，如果你要来的话，不要抱太大的期望，就是来看风景的。骑了刚才那一小段路，我觉得有点像是西半部的续海啊，就是来看海，还有我们的风车的。个人是觉得这海角乐园还好。前面讲海讲的那么激昂，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老实说一下，海角乐园很单纯的，就只是一个有着彩虹的装置艺术而已。因为我不是什么网帅啊，说真的，吸引我的东西反而是这里的海。问我值不值得来，我是因为很喜欢看海，所以我想来。如果你也很喜欢海，那可以把这边当作看海的地方，装置艺术什么的就不用去管它就好。来到这边的时间已经超过下午一点了，原本预计的第一站后龙好望角，在经过了这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，连我自己都怀疑还要不要去，因为距离海角乐园其实也不远啦，大概只有10分钟的车程，所以最后还是发动引擎准备出发了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去那个后龙好望角，这边是那个什么乐园的，有点忘记它叫什么乐园了，因为实在太没有记忆点了。可是没关系，从那条路上去呢，那一边好像就是我们的好望角了，隐约可以看到，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往这条路，然后再往上走，准备出发了 ，Let's go。导航在这边非常的给力，该转的时候就叫我转，该直走的时候就会说直行，没有那种复杂到爆的往东南、往西北，从海岸线一路往上骑，转过了不知道几个大弯，在经过了短短的不到15分钟之后，又是一座巨大的风车映入眼帘，我们也来到了后龙好望角的停车场。假日来人会非常多，如果你平日来呢，应该是几只猫而已啊。可能是因为今天是一个假日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在刚进来的时候可以看到超多摊贩。后龙好望角这个地方，基本上我觉得已经是大家来到烂的地方了。可是虽然是这样，我还是第一次来，这个 view 就跟网络上看到的一模一样，好不好？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灰。对，就是如同我今天说的，就是其实今天我觉得天气真的没有说到非常好啦，零星的建筑物，比较近的建筑物还是看得到，不过如果远一点的话呢，基本上就什么都看不到了，非常的可惜。非常的热，我已经热到越来越堵栏了，然后等一下看一下摊贩有什么东西可以喝的，出发。在这么好的环境下呢，我决定来飞一下空拍机。德恩雅纳的时候，其实那一次我就已经买一台新的啦，因为我们小灰英勇的牺牲了，所以我买了一台，这是我人生第3台空拍机了，希望它是
啊，不要最后一台。这是我们的 Air 2S， 然后因为它的电池呢跟我们原本小慧的电池是通用的，所以我就直接买了单机版。更特别的是呢，除了这台空拍机之外，这次这是我们买的这个 DJI 的 Remote Control，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拿出来，我终于可以不用再把我手机拿出来，只要给它转上去，然后我们再按一下开机，跟我们这个连线之后呢，再把我们这个挂紧一挂，它就已经 ready 的状态了。所以我觉得对于机车旅行呢，可以省下非常多的时间，非常的舒服。不然每次还要在那边连那个手机，连那个无微博，我都觉得超累的。然后现在我来飞空白机了，我们等等空中见 ，Go Go。今天我们来到的好望角位于后龙，当地人把这里称为半天寮。地势上来看，辽阔的海岸山丘地景，依山傍海，是一座少见的天然景观平台。海拔70公尺，往北望去，前方是后龙溪出口，更远一些，我以为是新竹。不过那其实只是后龙，而往南则可以看见后龙青海宫的巨型妈祖像。而这里早期是军事基地，在海防部队撤走之后，这里新建了大量现在我们看到的风力发电机，是目前全台湾容量最大的风场。附近超过20座的大型风力发电机雄踞在此，不用走到观景台，光是从路边就可以看见三线的辽阔。而这三线分别是穿越好望角与台湾海峡间的海线铁路。今天虽然模糊，但是还是看得到一点点的海平线，最后则是天然的海岸线。三线加上山、海、铁道、村落交织出来的广阔视野真的很棒。而今天来到这边的时间点，鲁特自己是觉得蛮可惜的啦，因为接近下午2点的时间，太阳正处我们的头顶附近，除了热还是热，加上这里是完全没有遮蔽物的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还是建议大家在傍晚来，可以顺便看夕阳，温度也不会这么高。如果硬要当个男子汉的话，在中午来可以跟我一样来一杯擂茶冰沙，也是套心凉啦。我收回我刚才在那边说的话，因为今天天气真的是还是他妈太好了，现在真的是他妈有够热的。擂茶还蛮好喝的，擂茶是那个好像是客家人他们在吃的东西，所以苗栗也有蛮多客家人的，像那个元楼嘛，元楼就是客家人的吧。以下资料仅供参考，对，带我回去确确实实的做完检查之后再跟大家报告。然后现在我要喝这个，这应该是擂茶冰沙吧，它有一个那什么味道，芝麻，然后再加绿茶，唯一的阴凉处来喝我的擂茶冰沙了。喝完我们就真的要去乌嘎燕竹林了，现在一点半了我们他妈还在好望角，我们还在海边，我们这个早上到底都来干嘛了啊。好啦，我们喝完要出发了， Go Go。 我在此宣布我的复仇之旅现在准备展开，希望这次复仇之旅我们可以复仇的非常成功。等一下上去的时候不要迷路，我最怕就是迷路，然后又走到像上次那条路一样，又遇到上一次的那只狗。如果看到它的话，我应该蹲下来然后摸摸它的头，跟它说：“欸，这两年过得好吗？”对，因为我家有养一只小美嘛，这样摸它。可是小美呢，我每次摸它的时候，摸到一半它会反过来咬我，所以我觉得那只狗应该很可能反过来咬我，所以今天我不想要遇到它。所以希望我们等一下上去的时候，我就是一个愿望而已，下雨没关系，不要迷路。Go Go。 因为在到后龙好望角之前实在太会拖了，从后龙好望角启程这趟复仇之旅，我们也准备在这边往三线走。接下来路线从好望角出发，继续往北走，进入后龙之后接到台72快速道路，把整条72骑完，接到熟悉的台三线。到了台三线之后，竹林也就离我们不远了。台72线快速道路是苗栗的东西向快速道路，西起后龙，东抵狮潭的台三线，整路可以看见后龙溪伴随在我们的右侧，加上途经西山丘陵、苗栗丘陵、雪山山脉，让台72线成为了一条富含自然景观的快速道路。从后龙开始，在骑了超过30公里之后，我们也来到了台72的尾端，这边相信中北部的车友就不陌生了啦。靠近台三线汶水段，假日可以看见很多骑士和车辆来来往往，光是在这红绿灯要等左转就等了快5分钟。而经过了这边的这间全家一定要好好的提到一下，名称是全家大湖重机店，相信店长应该也是有在骑车的吧。左转之后，我们也接到了苗六二乡道，
庆安道路，复仇之旅也从这条庆安道路正式展开了。苗六二乡道作为大湖通往泰安的主要联络道路，前阵子因为土石崩塌造成道路中断。与上一趟不一样的地方是，上一次我是从大湖附近的苗六一细道邦道进入泰安的，这一次为了避免复仇失败，所以改走了庆安道路。除了比较顺路之外，路线上的岔路也没有这么多，可以免去走错路的机会。沿着庆安道路进入泰安，时间到了这边已经超过三点了。连假的最后一天，可以看见回程的车潮逐渐变多了。靠山壁的路上依然有很多落石，近期如果要前往这边的话，还是要注意在有落石的路面尽速通过。最后在骑了超过一个半小时，我们终于从后龙的海边来到了接近泰安的山区了。看到久违的莱尔富，当然要跟前年来的时候一样，先来撸猫一下。我真的是问号。刚刚我在外面进来的时候，看到一只猫，非常可爱，我觉得我跟它非常的有缘，所以我现在决定，这是白身尾鱼加鸡肉，就是它的下午茶，买一罐喂它吃。准备复仇之旅启程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积一点阴德，让我们积积阴德，看在天上的猫神能不能眷顾我们，等一下可以平安到达乌嘎彦祖里。喵喵喵喵喵喵。我们喂猫也是要真男人士的喂法。我们真男人吃饭就是要一次一大坨，没有在那边一口一口。喵喵。今天我就是他的衣食父母，满足他的一餐。他看起来很饿。为了不要再迷路，这一次决定积点阴德，祈求一下在天上伟大的猫神保佑我们可以一次就到竹林。进行完神圣的仪式，我们刚刚喂完猫，在天上的猫神呢绝对会眷顾我们，等一下不会迷路的。刚刚还恶补一下路线，我怎么觉得这边每一条路都长得差不多？上去玩下来应该也四点多了，然后等一下结束之后呢，应该会去龙腾断桥那边再走一走，准备出发了，不要迷路，拜托，准备复仇。喂完猫，接下来就轮到我们出发了，从莱尔富继续往下骑，经过了豆腐街，在骑不到五分钟，接到了南青联络道路。从南青联络道路开始，路边的芒草会比人还要高。也随着路程的爬升，视野变得越来越好。不过一路上算是好骑啊，只是坡度也真的会变得比较陡一些。如果前面的车开得比较慢的话，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，不要倒车了。走到这边，其实我知道要往右边的路啊，但是看到前面这里似乎也有路，心中想冒险的 DNA 不禁还是蠢蠢欲动了起来，所以打算先往前骑一小段，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惊喜。又是一个乌漆抹黑的入口，骑了不到20公尺吧，就可以看见前方的路段，竹子已经倒了乱七八糟了。而今天骑的又是橘白，所以还是留点遗憾，下次骑红面鸭来好了。当机立断的在这边直接选择回转，而回转出竹林的这段路也算是漂亮啦。这边风景真的赞啊，真的不错。现在飞一下空拍机好了。在两边茂密竹林的陪伴下，最后我终于复仇成功，来到了乌嘎彦竹林的停车场。终于啊，在经过了又一两个小时之后呢，我们终于到达了今天我们复仇成功的地点——真乌嘎彦竹林。笑想了这个地方，其实我已经笑想了两年了，千盼万盼，终于让我盼到了这个地方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准备走进去逛一逛，虽然不长，只有100多公尺而已。在这里啊，它有一个二号竹林隧道，我不确定。我上次去的那个到底是不是二号竹林隧道？应该是不是，因为路呢不像这边
铺水泥。上次去的那个是根本是骑在那种石头上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啊。不过呢，等一下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呢，我们就去乌嘎堰二号竹林隧道试试看。步入春天的竹林，第一个感觉就是一切都是那么的生机盎然。经过了超过两年的时间，可能是因为廉价的关系，这里还是有些许的人潮。整段竹林其实没有很长，大概只有短短的不到150公尺，虽然长度不长，但是身处其中还是让我感觉自己现在就好像在一幅画中，典雅淳朴，清新淡雅。在风吹过来的时候，竹林还会瞬间变成了汪洋大海，竹叶沙沙作响，头上的阳光从竹叶间洒下来，随着竹叶的抖动，正在闪耀着跳着舞。这时候复仇什么的，反而就显得太过粗俗了一点。我只能说，我终于看懂那些电影里面啊，为什么说当有一个人被杀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要去帮他报仇。要去报仇的那个人呢，跟另外一个人讲了他的想法之后，那个人就会跟他说，复仇的滋味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。就像我现在一样，我现在深刻体会到这种感受。复仇了之后呢，就是无尽的空虚。我觉得有些地方真的留点遗憾，就是留点遗憾。留点遗憾之后呢，下次不要去，因为我觉得这次来了之后是蛮漂亮的啊。不过，看我现在真的超累的，走到快挂了。竹林很茂密，有来的我觉得小心啊。不过 我相信今天我们到的地方呢，应该都已经是非常芭乐的景点了，所以没关系，我还是讲给那些没有来过的人听啊。竹林里面有很多那个小一小个，我就被它绊倒，然后有点滑，所以来的时候不要像我一样穿那个 Converse， 最好可以穿一点止滑的鞋子来。哦，那个滑下去有没有啊？如果你屁股刚好又坐到那个短短的上面，哦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就不是什么复仇滋味，那叫升天的滋味，非常的舒服。我觉得下午来是不错的选择，可是今天的景点啊，像早上我们去的那个海边，我觉得那边也要下午去会比较适合，因为下午去的时候刚好太阳东升西落，拍照的时候呢应该会比较好看，然后光线应该会比较棒。现在我们这个时间刚好也是4点多，乌嘎堰竹林呢就不叫乌嘎堰竹林了，它叫金光闪闪的竹林。下午4点多了，人还是非常多，4点半了，人还是很多，络绎不绝的。不过等一下呢，我还没有结束，我们还有龙腾断桥那边飞空拍机应该也是蛮棒的。不过我们现在可能要抓紧时间了，因为4点半了，等一下过去的时候可能应该还要再骑1个小时，准备出发了。今天也算是非常充实的一天。这个乌嘎堰竹林早就不知道多少人去过了。虽然竹林的长度不长，但是大家应该也知道，看再多别人去，真的都不如自己去一趟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坚持一定要来一次。在这里待了超过1个小时，时间来到了接近5点，接下来我们准备前往苗栗的龙腾断桥。怕如果走另外一条路下山会迷路，所以回程的路线打算按照原本的路线往回骑。一整天的行程到了这边，太阳也逐渐西下，回程的时候还可以看见整座山头都被照得金光闪闪的。回到台山县之后，接下来我们一路往北骑，接到了苗五二乡道。从今天早上的海边到乌嘎堰竹林，如果让我重新把行程排一次的话，我想我会把乌嘎堰竹林安排在早上或是中午的时候，海边则是下午再去。因为正中午去海边，除了真的是热到爆之外，光线也没有现在夕阳即将西下的火红，所以如果也是喜欢海边的朋友们，可以把海边的行程排在傍晚，风虽然可能会因此大了点，不过相信我，应该是会很值得的。从苗五二上骑了大概1个小时，
再经过最后一个转弯处，就可以看见我们的右手边北段桥高耸矗立的样貌。我们也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站龙腾段桥。这一座被誉为台湾铁路艺术极品的龙腾段桥，在日据时代就完工了，目前有超过百年的历史，位于三线铁路泰安火车站到圣心火车站之间，总长约200公尺，横跨鱼藤平溪。旧三线是一条台铁纵贯线海拔最高的三线铁路，其中以圣心车站海拔402公尺为最高点，堪称全台最美的三线铁道。在当时要建造一座可供火车行驶的桥梁，算是一大挑战。而龙腾段桥，桥墩没有使用钢筋以及水泥，反而是以糯米砌砖建造而成，所以也有另外一个称号——糯米桥。而龙腾段桥第一次断裂是发生在1935年关刀山大地震，接着又因为921大地震造成其中一座桥墩上半部被震落，可以说是历经了两次大地震的目击者。虽然目前已经无法看到龙腾段桥昔日的完整风貌，只剩下桥墩供后人凭吊，不过段桥残体在历经了百年的风霜之后依然非常的壮观，在夕阳的照耀下，段桥更显得古色古香。可惜的是，来到这边时间也已经接近了晚上的6点，我们这次也只能待在北段桥旁边欣赏着它独特的美丽。晚上的6点10分了，我们终于来到我们最后一站这个龙腾段桥。据说它原本没有断的时候是一座桥，那后来断掉了之后呢，就变成现在的模样。上次去恒春的时候啦，我有说就是我还蛮喜欢看那种历史古迹的嘛，所以看到这个桥呢，再度激起我对于那种古老建筑的那种热情热忱。各位刚才在空拍画面上面应该可以看到，就是它旁边还有一个，那应该是旧铁道啦，后来改装成的，就是你可以，就是它可以从圣心车站一路一直给它开到不知道哪里去，要坐那个原本要订票，对。可是我们昨天要订票的时候呢，只剩下一个位置。其实我刚才从刚才到现在啊，我一到，因为已经晚了，直接拿出空拍机，马上直接起飞，飞完之后飞到刚刚又来这边，直接展开我们的录影。所以我还没有亲眼的好好的看看这座桥，现在我就来干这件事。靠完桥之后呢，我们就准备去吃饭了。Go go！ 随着夕阳的余光逐渐消逝，天色越来越暗，也象征着今天的旅程即将接近尾声了。说到这里，我猜你一定也会知道，我会说只好留点遗憾，下次再来了。而遗憾这两个字虽然听起来是充满失落的，但我想有些事物就是因为有所遗憾，才能显现它的美好与珍贵。伫立在那里的东西我们带不走，但我们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感受到的，都是最真实的体会。这趟苗栗之旅看似匆促，停留的时间短暂，不过呢，我们追求的不是一个结果，而是享受这个过程，不害怕错过。因为这一路上从上西滨的那一刻，我们就已经开始收获了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我想不是只差一点，而是你想去一个地方，但你迟迟不出发。You know if I could, I would do anything.
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。如果看完这部影片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，不要忘了在下方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哦。我是鲁特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